市场上琳琅满目的洗衣用品，越来越多民众在挑选的时候会先挑香味。那现在就有洗衣精强调，在使用过后也可以跟香水一样有喷香水的效果。那马上就要来试闻看看。闻起来真的有淡淡的优雅清香，那你能想象上这样的香味自然而然从衣服中散发出来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马上带大家了解。一个台湾新创品牌的洗衣精，完美的融合香氛元素，掀起了一波将香水穿在身上的时尚风潮。而他们的产品不仅在网络上创下了良好的销售佳绩，现在也开始跨足到了实体的通路，期望可以让更多人体验香氛洗剂的魅力。我们用了一个比较特别的叫 Disc Trap 的香味的萃取的技术，它这个萃取技术很特别，是它可以让香味停留在衣服的纤维里面停留的比较久。那我们就是透过这个技术可以让我们的香味有前中后有层次的香味，然后藏在你的衣服纤维里面。他们的洗衣凝露不惜成本，选用化妆品等级的香水原料，陆续的开发出与全球知名品牌香水味道一样的四款经典香味，深获市场的好评。而其中最新推出的洗衣凝露与柔软巾，则是选用来自于欧洲顶级的小苍兰花香，为衣物打造淡雅清新的香氛气息。Evan 可以帮我们讲一下，说这个香水柔软巾它特别的地方在哪里？我们小苍兰的柔软巾，就是其实我们有一个独特的技术，就叫做香氛气泡。那我们把小苍兰的味道锁在一个泡泡里面，然后让这个泡泡可以藏在衣服的纤维里面。那透过晒干之后你穿在身上，然后经过你身体跟衣服的摩擦，它的香味才会慢慢的散发出来，那可以延伸它香味的持久性。那所以说像洗衣精是不是也是一样的道理？对，我们的洗衣精也是小苍兰的味道。哦，真的是非常的清香，有优雅淡淡清香，而且它有前中后味，是有层次的香味，跟一般市售的洗衣精会不太一样。对，刚开始挑选这个洗衣精的时候，我基本上都会选择就是没有味道的。那后来因为加入了很多妈妈的社团，那妈妈前阵子都会开始推荐说这个香水洗衣精啊，就是全家大小都可以使用，所以我有特地上网去查了一下，那他们的成分基本上就是有通过欧盟的认证，洗完之后你基本上会觉得就是一个淡淡的香味，然后很舒服这样。香水洗衣凝露除了完美结合香氛技术之外，还拥有独家 CW 洁净酵素配方，在冷水当中一样可以发挥超强的清洁效果，生成瓦解污垢。而现在运动风盛行，许多人每次运动完之后，衣服总是散发出扰人的汗臭味以及黏腻感，这样的问题其实是来自于机能衣上面看不见的细菌，因此业者也特别的推出排汗衣、机能衣专用的运动香水洗衣精，调配专业温和的洗剂配方，不会损坏衣物的纤维结构，可以有效的消除异味，恢复机能衣的排汗透气效果。那我们出了两款的运动洗衣精，一款是男生，一款是女生。那除了香味这个点之外，其实我们也跟巴斯夫跟他那边取得他的原料，他叫台农省 HP100。 那他经过美国的织品测试，那他能很快速的瓦解细菌，高达99.9%。然后我们也把我们的分子就是把它做得很细，就几乎是纳米级的分子，让它更能深入那个排汗衣的纤维里面。业者将香氛的概念融入居家清洁用品，成为衣物专属的调香师，不仅受到了消费者的喜爱，更获得 FG 特优奖的肯定。我们的产品也有五大的保证。那第一个就是我们选用的是欧盟 ECOSER 认证的 APG 原料。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有通过 SGS 的检验，无苯、无磷、无荧光剂、无塑化剂，那也没有人机酚，就是天然无毒的东西。那第三个就是我们选用的是欧洲进口的香精。那第四个就是我们的可生物分解达到95%，就是对地球是没有负担的。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不做动物的测试，这五大保证是我们很坚持的。忙碌的生活增添微小奢华的幸福感，
从小细节开始，更能展现品味。他们期望带领消费者打造时尚的香氛态度，创造居家幸福欢乐的氛围，用心感受生活中每一个精彩的片刻。